当相声演员没有演出，他们的日常是。家人们，咱们今天的直播可开始了，我一个人给您表演对口相声。嗨，都说你们相声演员在家憋得都快精神分裂了。我今天是孟苏骑士拳、寸紧张、关东拳、西川星秋拳、正思禅风拳、回德水彩拳、弹簧滚漏拳、燕青跌架拳、李逵迎风拳。您看要吃点什么？我想吃红丸子、白丸子、溜丸子、炸丸子、南煎丸子、木薯丸子、三鲜丸子、四喜丸子、三鲜鱼翅、里子鸡、尖川火鲤鱼、板鸭、筒子鸡。行，两万四。啊？我刚怎么教你的？逗你玩，你跟我学逗你玩。哎呀，你跟我学吧。我说你别说。逗你玩。逗你玩。逗你玩。逗你啊？咱去哪儿玩啊？今天呢，带你走清河、沙河、昌平县，南口青龙桥、康庄子、怀来县、沙城、保安下园、金庄的宣化、沙岭的林远、张家口、台州西关、天镇、杨老县、热河渡光、大丰山、丰镇、清水峪。咱呢，走着看吧。集合了，演出了，可以上场了。然而，你以为上台演出这么简单？这期就是真对我们办的。我要是你，太好了，现在带队伍走。飞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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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唱之前吃过照脸，打败营长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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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走了。你唱啊啊，那谁猜得着啊？猜不着了。哇，马国瑞认真起来了。哎，我们队居然赢了，朋友们。我去，双手节奏打起来，拍拍拍拍拍拍拍手拍手拍拍手，谁不拍手谁小狗。激发演员全面才艺，挑战各种不可能。相声大会拓展训练营，超越自我，欢乐前行。相声大会拓展训练营，我是主持人有白头发但是年纪并不大的李菁，欢迎大家，欢迎你们。这一期拓展训练营，首先请我们三位队长带领各自的团队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。徐佳老师，四叉 L 队任新奇，对，队服穿不上不着急，对，仨头卖相真可爱，对，谁要不服？做死你。徐健，对，徐老师很好很好，徐健老师，尤其是你最后那个状态，好，就这个状态绝对绝对给马伯瑞开了一个好头。咱们一会儿看看我招他的。马伯瑞好样的，来看看回响老师里面的团队。我们的队伍就叫会，演员不会把牛吹，其他两队怎么样？呸！我们这个队的队名就叫做呸。哦，这个没有啊。哎，怎么还换口号？碰碰我怕你们做不死我们。最后一个队伍我们是提一个小要求，你说控制好后面的马国瑞。放心，我尽力。给您说说我们队的口号，您注意看，我的队员最妩媚，说学逗唱全都会，拓展训练谁第一，我们的名字喊三遍，归队归队大归队。好了好了，说吧，我已经很努力在压制他了。郭威啊，哎，真的，我是觉得啊，你们队要是没有马国瑞啊，就没了灵魂。没有灵魂，没有灵魂。不知道这个灵魂在不在你的设计范围之内？一开始还行，后来就不可控了。后来是不设计了啊。马国瑞确实在现场特别特别的抢眼，
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他。然后下来以后我还跟那阿姨聊天，我就说你看你这个马贵怎么样，特别好，特别喜欢他，太耐人了。我说要让他当你孙子怎么样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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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的孙子。但是太耐人了，这样的演员就属于舞台。哎，希望今天我们各队的队员都能够在舞台上有非常非常精彩的绽放。哎，经过一轮的录制了啊，各位觉得我们这个训练营办的怎么样？还是先从许健老师这边开始，您来。那个，我们这个训练营办得特别好，但是如果让马伯瑞当营长就更好了。马伯瑞，下面有机会让他当营长，好吧？这个等我确实干不下去的时候，那个脑力体力都出现那个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，马伯瑞我觉得会接班的，有朝一日朱建明一定满足你。回老师，这个训练营都挺好的，但是呢，李丁要是不随便改规则就更好了。哎，对，这个我要行使我营长的权利了啊，提高难度。哎、你等会儿吧，过了就过了。这边提高难度，这什么破营长？这到底点难度不升级，跟回老师一样。嗯，那您的搭档我们来选择。好，好。然后我找一位观众朋友来回答。为什么不用我回答？一会儿我也给您一个这样的优惠。一人一个这机会，我能问观众吗？因为问不出来他。您不能问观众了。啊，哎，他俩不到底是没机会、哦，没有机会了。有点针对营长的意思啊，今天。没有，这边就我的就来吧。我一说，大伙儿都特别的有感慨，觉得就特别认同我。嗯，咱们这个训练营办的是特别棒，但是如果再棒点就更棒了。那个。好，真好，说的不错。说实话啊，博瑞说的虽然是大废话，哎，但是比起前面两位给营长提意见的，我觉得博瑞说的非常好。对，给你留面，给你留面。谢谢博瑞，你最后这句要是不说就更好了。那咱们今天训练营的主题是什么呢？上一期的主题是你好天津，那这一期的主题就藏在我们下面这段相声作品里面。来，我们请欣赏相声。有请刘鹏、张瑶带来相声《跨界好声音》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伙儿的热情。哎，非常高兴啊！再一次来到相声大会这个舞台。没错，每一次站在这儿，我心情都特别的高兴。对，尤其是听见掌声啊，哎呦，我就更高兴了。是啊。谢谢大伙儿啊，真会说话，一看来的都是热情的朋友。没错，您大伙儿可能有认识我的啊，也有不认识我的。哎，对对对，嗯，我呢叫刘鹏，是他小名呢叫墩子。墩子，哎，墩子这好记，是吗？您就记墩墩就行，对吧？哦，这吉祥物这个，有个冰墩墩。对，我就是那墩墩啊，冰都化了。嗨，希望您能记住我。哎，说完我了，旁边这位也是相声大会的老演员。我的老来，他经常来相声大会演出。没错，相声说的也好，还行。说实在的啊，人家邓继增是唯一一个从小就跟着老先生学，这咱都比不了。你别猫我，怎么不要老提先辈，我有我的名字。哦，你有名字哈。哎，有名字你不说。我叫张瑶。哎，藏獒的相声呢在我们这后台呀。我咬你啊。你叫什么？张瑶。生蚝，是吧？我爸爸叫绿芥末。你还得站你爸爸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？你倒叫张瑶啊。张瑶嘛，这都开个玩笑。别这么玩笑，给大伙儿加深印象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俩合作时间其实挺长的啊，但是今天站在这舞台啊，我想了好久。什么事儿吧？我还是得跟你说个事儿啊。你说，今天了吗？啊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咱俩最后一回。怎么了？怎么你这突然间你也没给我打招呼，就愣到最后一回了？不想跟你打招呼了。哎呦嚯！我想好了啊。怎么回事？我以后我不学相声了，真的。不干嘛了？不学相声了。要按您这嘴，您是说不了相声了。每天俩人嘚不嘚嘚不嘚没意思。咱们干的不就是这个吗？我想好了，我。你干嘛呀？不说了。那不是你不说你干嘛呀？破壳了。哎，我破壳了。你破壳了，
你孵出来了吗？谁孵我呀？孵破壳不懂粪，不懂，白在桌子里粪球这么多年了。什么话呀？你破就不干这行业了？您大伙知道到别的行业去了？破壳了？那叫破圈儿。对。哎。我离开你们这破圈了。还我们这破圈了。我走了，您不干了？不干。您研究什么去了？我去音乐行业。哦，研究音乐去了。音乐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音乐真的跟相声不一样。是吗？首先它赚钱呢。哦。我研究了相声啊，说相声你再怎么说，这一个月吧，嗯，一个月连3000万都挣不下来。不是你要疯啊？是怎么着？你想挣点钱呢？是是是。这是不是现实？倒是。音乐多赚钱。哦。音乐赚钱，咱比一比，还真是。咱俩5年前一块说相声，嗯嗯，一月多少钱？一月3000。你看啊，一月3000。对，我也3000啊。对啊，现在我搞音乐去了啊，一个月知道咱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现在，啊，您说，7万。啊，这不惑，真的。你一个月不到七万？不到7万。具体是多少钱？3400。合着多400块钱。400叫不叫多？也是啊，是不是比3000多400啊？对对对对。对呀，你琢磨琢磨吧。没错，咱都3400了啊。你呢？我还3000。嘿嘿，这还3000啊？想想想想啊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没掉价，是不是？说明他要脸倒。哎呀，永恒的价位，你倒会给自个儿抬价。这没掉价吗？还没掉价啊？你自己有点进步。哎呀，这倒是也想多挣点钱，琢磨琢磨，发挥点特长。是啊，以后跟着我，我跟着您了，我带着你混，你带着我，咱俩上音乐圈。是啊，美国。哦，美国那行。到德州咱见识见识啊，人家那大舞台。去哪儿？美国。美国什么地方 ？America。我知道什么地方。德州。德州在山东啊。哪儿？山东。没见过世面吧？怎么了？哪儿？张嘴山东。啊。山东在哪儿？德州。你怎么知道是美国德州啊？美国坐飞机啊，10多个小时，德州。上德州坐飞机10多个小时。对呀，这十多个小时。那甭问，那开飞机的给你绕道了。有发票吗？去告他去啊！我哪儿找他去？废话，美国德，美国那叫德克萨斯州。啊，你哦，对，德克萨斯州。对对对，你德州简称。哦，是啊。就是那儿吗？啊，您说说。那舞台大。哦哦，跟咱这不一样啊。是吗？比咱这长。哦哦，你看咱这前头什么？这舞台，这前舞台，对对，都一溜椅子。对对对对，人家那不是，那是美国呢。人家的前头齐齐的一排什么呀？一排呢？什么？电扇。对，咱这上都是灯啊，人家挂一溜啊，冰箱。是啊，后头都是好空调、洗衣机跟你转，那台你没见过。您去的是哪儿？美国。我听着怎么像郭美呢？不是郭美，你讲这玩意儿，你是不是各位啊？不对不对，美国德州德克萨斯。哦，这德克萨斯州。都在美国。这么些家电是吧？你那你理解不对。哦，好好，我震撼。是啊，就是跟我去。跟您去，跟您去。研究音乐，研究唱歌。哦哦，乐器，乐器也研究。哎呦，乐器我研究透了。是啊，朋友们，不是吹牛啊。啊，您说。我就真的，钢琴，咱这有钢琴没有？这儿没有。没有啊？没有钢琴。不光钢琴啊，小提琴，小提琴，吉他，那我教过好些徒弟。是啊，那一弹没跑。哦，太了不得了。您会吉他？我太会了。是啊，没我不会的。跟您这么说啊，吉他我们这儿可有，啊，真有啊，真有啊。那算了，啊，不，甭费劲了，算了不行。我会那个吹那个。你先把这吉他算了不行，我有。你甭有，我给你拿去。不用，来来来，大伙儿看怎么样？啊，我给你。等着啊，哪儿？别，他真拿去，我就说弹得好。来来，拿上来了。那，你谁让你拿的？后边那个。哦，拿上来了。导演。拿上来，那你就弹吧。哎，咱鼓掌上弹一个那个，就那个什么那个安和桥叫，夜空中最亮的。等会儿，嗯，谁弹呢？谁弹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啊，这不是你弹吗？我弹，你弹。不是，就这亲你，我没想到你啊！你看是这么夸吗？对，咱就说说，你还真拿去给大伙谈谈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谈谈啊，这不错啊，
弹呢，弹咱就得弹着唱个歌。当然了，对吧？不唱歌咱弹的干什么？就是。平时听过什么歌？什么类型的歌？这跟您，您别过意啊。我不过意。什么歌我都听过，您一张嘴我就知什么歌。哎呦，那能耐可大了去了。唱一个啊，听这什么歌啊？葫芦娃，葫芦娃，葫芦娃，我爱你中国，我爱你中国，对吧？鼓掌，这我知道，没关系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。斑马，斑马，斑马，斑，你有毛病是吧？你把这名儿都唱出来是吧？我还真实在还跟他猜呢，还这不考验你吗？你不用考验，来吧，不给你怕你栽面儿、不用不用，你这我咣当唱一你不会啊，咱还得重录，你这多费劲，你说来一个啊，来一个新的，来一新歌啊，对对对，您大伙儿来着了，好，我唱一个呢我自己创作的歌曲，好啊，给大伙儿唱唱啊，来听这感觉啊，这新歌哈，新歌。夏天，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。呀，心底呀，心底不能告诉你。就在秋天的梦里，哎呦！不是你跟你爸也这么逗吗？你这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不要再唱了，我没唱完。这歌我要没说错，这歌叫《粉红色的回忆》，对吗？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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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烫着了是怎么着？这歌是什么时候创作的？上礼拜，这是上世纪创作的。你知道我后面新歌哦，新歌啊，不能忘记你，把你写在日记里，不能忘记你，心里想的还是你，浪漫的夏季，还有浪漫的一个你。别唱了，你人来疯是怎么着？这不还是那粉红色的回忆吗？新节奏，来。啊，嘿，总是不能忘记你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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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伙，谢谢啊。哎呀，这个呢，这歌可能叫脑萎缩，这个，这总忘不了他嘛。怎么脑萎缩？这不还是粉红色的回忆吗？这还新歌呢。这就是新歌。这歌打有狗那年就有这个。哦，你一出生就有这个。谁呀？你别耍别，这不是新歌，这是不是新换呗？换新歌，失算了，你他听过？你骗我是吧？不骗，来听这啊。唱新的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夜里追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片片幻想。又是黄昏的沙滩上，又是叫两对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。外婆的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，阳光、沙滩、海浪、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这歌好，这歌你没听过，对吧？这歌我都快唱死了，谁让你唱啊？废话。不是我给你唱几，你这歌知道？知道叫什么？外婆的澎湖湾。我知道姥姥澎湖湾吗？姥姥干嘛？再换还有换。池旁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别唱了，别唱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有那蝴蝶停在上面。停。听过童年。什么就这还新歌了？我有新歌，你没新歌啊？有，你没新歌，大叔你也别唱了。不，谁我？我也不听了，他就在这蒙我，你甭唱了，我也不听了。就这还上美国了？美国？美国还约你了？我真的，我估计连国美都不约你，不要再唱了啊！还有？不唱了，不唱了，不，你也我也不听了。哪儿就不听了？啊，不唱了。美国去不去了？不去。我带你赚钱呢。不去，我不去了。那咱这机票？这我不定，不是咱这演出，我不演，那500万我不挣，不是我就好心带他赚点钱，当然这人怎么，
怎么还五百万的事儿？五百万？你刚才怎么没说这五百万的事儿？是他没说是吧？他跟那嬉皮笑脸的样儿，你我你让我说话了吗？你让大伙儿看刚才什么态度？我不去，我推你看那样儿。不是您招不下你了哈？我给你回忆回忆老歌嘛，后头给你唱新歌。您说的有道理。童年你听过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还是不想去是吧？我没有童年，就这歌我没听过。您唱的是新歌？唱得好吗？唱得好。哦，这会儿又唱得好。唱得好。看那样儿，跟我去吗？去。一见钱眼开。去去去。倒霉模样。去。不许着急了，听着。哎哎哎。看你那急那样儿。我给您当助理。那样儿，脸急跟猴屁股似的。哎，别这么说话。给我当助理了又。哎哎哎。跟我去是跟我去啊，咱不能白赚钱呢。啊，是啊。对吧？对对对，你得表演点什么？对，我得演点嘛。你跟我去，你演什么呢？您说我演什么？你有什么特长没有？特长捧哏。有什么爱好？捧哏。就你最会什么？捧哏。他们也会，这都了解我。那这么着吧，啊，你给我捧哏吧。不是，我一直给你捧哏，你别老讽刺我。不选相声，说过了啊。唱歌能捧吗？啊，唱歌捧哏行吗？给歌曲捧哏来过吗？我给哑剧都捧过哏。哎呦，那就了不得了啊！那怎么捧？你教教我。就能捧，能捧哈啊！对，什么歌都能捧，什么歌都能捧。这唱歌捧哏独一份儿，这外国没有。咱俩来一回吗？咱来一回。咱先想想 啊。首先想咱唱什么歌？咱先想，我先想这钱怎么分。啊，我这钱怎么分呢？我给你捧哏，你脑子钱是吗？你得放在业务上。是是，业务是关键。我给你捧哏，我先问你钱怎么，我好踏实。钱五百万吗？啊，对啊。你要演好了呀，啊，咱五五开。怎么开？五五开。你还真厚道，行吗？五五开。五五。那咱可说清楚了。啊。谁拿五？是不是？咱就问明白了，对不对？你这连相声都说不了，这看看吧。不是，我师傅倒是说劝不让我。五五开懂吗？不懂。什么叫五五开？什么叫五百万？啊，咱俩都二百五，俩二百五，一人一半。哦，一人一半，二百五十万。咱唱一好歌啊！行行行，唱一个流行的。踏实了啊！踏实了啊！啊，这歌得好好唱啊！行，嗯，有一个歌叫《依兰爱情故事》。哦，我知道这歌。这歌好听啊！我先唱着，大伙儿听听。你先听听，唱唱。你看看能不能捧啊？好好好，这歌节奏不错，谢谢大伙啊。老妹儿啊，你等会儿啊，咱俩破个门儿啊，你在哪？我心里儿啊，装的是哪个人儿啊？好，是不是这歌？就这歌，好不好？这歌，好好好，能捧吗？能捧，咱就来这个。行行行，你这样啊，你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媳妇儿了。哦，还分包，我是你媳妇儿。哎，这演个角色，行，搭下音儿，行，我是你媳妇儿哈。你媳妇儿，我豁出去了。有人考虑我的感受吗？哎，这叫什么话？就给你搭下音儿吗？但你得打扮打扮，还得捯饬捯饬。给我两分钟啊。哎，这就得稍等，一会儿一出来就漂亮。演我媳妇儿必须得捯饬。我在这儿再撑五分钟啊。这个是特别有意思一首歌，对吧？哎，咱等会儿看啊，人就得捯饬。是吧？人不捯饬呢，他不好看；不捯饬不可爱。对对对，捯饬出来您再一看呢，我就可爱了，变态了。这漂亮吗，媳妹？漂亮。这掌声不老热烈的啊！太。他这行，我得区分。开始啊！来来来，就这故事啊！来，你就是我媳妇儿。我是你媳妇儿，太可怜了。给你捧那歌嘛。开始啊！来。老妹儿啊！哎，对吧？对啊，对，我这找好街舞员儿，没想到这么恶心，捧哏嘛，来，老妹儿啊，哎，你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咱俩破个门儿啊，就是说个谜语，说树上呢有十只鸟，我用枪打死一个，我就问你啊，你甭问我，现在就全飞了啊，真说谜语啊，破个门儿嘛，你不是往下唱啊，美女儿啊。丢丝儿啊，他挣不到一块堆儿啊，到不了一块儿。啥人儿啊，就啥命啊，咱俩就凑一对儿吧。我跟你凑一对儿，约，约。你一笑，笑我自挠啊，浑身都得劲儿啊。
你哭，我刺挠啊，难受啊，闹心巴拉，哎呀，刺挠啊，难受啊，闹心巴拉。我至于这么恶心吗？我。情人啊，我回来了，给个信儿吧。啊，咱俩啥天儿办事儿啊？8月15。八月十五钓螃蟹。嗨，一百年儿，就一辈子儿。啊，你真的，真的有点味儿啊。百年了吗？你活着是一个鬼儿啊，你死了你还是鬼儿啊。我全是鬼儿啊。你想咋地儿就啊，咋地儿啊。我出去。月亮又升一轮儿啊，我为你唱小曲儿啊，看你睡了。睡了。你睡了就睡了吧，反正你活了死了你个都是个鬼儿啊。还有罐头。看你醒了。醒了。我让你再睡会儿啊。我醒不了了。说学逗唱是相声的四门功课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其中的唱字。以往四门功课中的唱专指演唱太平歌词，随着相声艺术的不断发展，演员们将越来越多的姊妹艺术融入相声作品之中，赋予唱这门功课更多的内容。今天相声大会拓展训练营将围绕余音绕梁这一主题布置任务，拓展队员们的演唱能力。准备好了吗？任务即将开启。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余音绕梁，就跟唱有关。先问一下我们各位队长啊，还有队员，身边有没有很擅长唱的朋友？身边就是今天现场啊，有。现在的身边有没有？马博瑞有。飞格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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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你想到了吗？你都没有想到，已经在台下给我表演一遍了。刚才，我觉得他唱这个可以涉猎在口技的那个范畴里。刚才唱的，这唱之前吃过罩里，倒扁儿，我也不知道这有没有擅长唱的。我感觉其实这期就是真给我们办的。这刘鹏。天津市青歌赛人拿过奖了，刘鹏，他一定是想，在场这么多朋友给你鼓掌，一定是想听到你最最认真的回答，来两句，最最认真的歌曲。大伙儿爱听吗？真爱听啊！谢谢大伙儿啊！咱唱一首《红旗飘飘》。好好好。五星红旗，你是我的骄傲。五星红旗。我为你自豪，为你欢呼，我为你祝福，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。谢谢，谢谢啊。这么一听，确实是为你们队量身定制的，这个还比吗？这期您看满意吗？我要是你，太好了，现在带队伍走。飞哥，啊，我一直在控制，我一直在控制。各位，辛苦了，我一直在控制。这一句能否顺利录制都靠你了。他问我还比吗？我都不敢跟他搭话，知道吗？爸爸。没大哥，博瑞或者你们队是确实不服人家，但是呢，咱们有一说一，刘鹏唱的是真好。可是回老师的队伍，至少我了解，泽宁唱的就很好。宝恒唱也好，唱的也很好。宝恒是和泽宁是相同曲风的吗？泽宁一般都是说唱。哎，对，对对对，他说唱可厉害。宝恒是就那种就唱。就那唱，就您说唱我们再唱唱。哎，你看刚才真的是纯唱的也有，对，瞎唱的也有。我们叫滑稽演唱，一个说唱那叫唱，我这叫说说。
他就是说说。对。那咱们还要需要听一下泽宁的演唱。来来，来。现在这段 words 由我为大家介绍呢，我叫 C 五倍冷，这个名字请你们记好。我是个相声演员，却有着说唱技巧。四方舞台一张嘴，那包含天南与地北，行走在江湖之中飘飘荡荡，继承老一辈的传统，绝对当仁不让。创作新的节目，挑战不同高度，提升自己觉悟，变换我不同的招数。哎呀，让你们看看我的七十二变，从曲艺到说唱，我技能全部给你展现。从不在乎别人对我有怎样特殊的偏见，我想靠实力来改变你传统的观念。呼哈，说唱艺术，呼哈，手眼身法不呼哈，说唱艺术，呼哈，嘴上见功夫样。啊啊！哇！三支队伍刚才派出的选手，不相上下。我感觉这个最累的是博瑞，我不最丢脸的是郭威。因为我们这儿要一 Q 的话，我这就控制不住了，所以不如我们就穿插在你们这当中表演就非常好。那咱们开始做任务吧，来吧，快做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第一个任务名字叫做高音不可，低音不能。咱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一系列的任务，能够拓展一下大家在演唱方面的才能。那我来说一下我们第一个任务的规则。首先进行的是高音不可环节，每组派上一名代表，三人轮流演唱《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》，每唱一句必须比前一个人演唱的音调高，否则将淘汰，留到最后的队伍获胜。刚才这个规则大家都听明白了吧？好了好了，好，那就请每一支队伍派出一名选手。来吧，比唱高音。这不成的。谁标高？三，二，一。好，请派出各队的代表来到。来，我们队墩子，来。来，咱们先听一下键盘老师给的初始的旋律，这确实有点高，咱们要不然低一点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差不多，就这一句啊。啊，你比我这个高一点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都出水。行，你基本上算吧，咱们算通过了。来来，下一个，要比这个调高一点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可以。来下一个调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行吗？太高，好听，太高了。那你再听这个调，你要挑战自己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哎，准吧？这准吧？可以。泽宁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大家要听清楚这个调啊！来，来了啊！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是吧？可以。其实现在离我刚才就刚刚高了一个八度而已。哎，咱们穿过去了，来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哇！马国瑞认真起来了，终于认真了，泽宁。假声了。刘鹏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不愧是听歌才冠军，出了女签了都。对，一会儿就不是人类的，都是假声。博瑞，没有，我说哈，这把不行，我走。
使线儿。好一个美丽的茉莉花。老马，你不但没有走，你坚定地站在了舞台上。泽宁快到极限了，刘鹏。这确实，您试试，这特别太高了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对吧？别走！我现在特别期待你，我觉得你，而且你是坚定的，不用假声。对，你是一直有真的。我是没有假声。太棒了！我们就是需要没有假声的演员站在这个舞台上，然后跟有假声演员比一比，谁能唱得更高。听了吧？刚才这个旋律。大哥，你再来一次。我勒死你了。我就这意思了。那我枪毙了他。那回去。咱俩回去完了。不行！你看，你挑战一下这个调，看能不能。其实没参加过比赛。往后退了，开始来啊！尽量啊！是这调吗？对，是。惭愧！刘鹏还有料。还能再高？没有无量，前途无量。前途无量了是吗？谢，来，请刘鹏落座，谢谢。啊，刚才这轮的游戏就是我们徐健老师这边啊，四叉 L 队。我说这期就是给我们队做的啊。哎，那不是啊，刘鹏是唱的高，咱们现在还有这个低音的。我们这低的更多了，低音不能。同样的，我们每队请出一位选手。来，听音乐。好一朵美，长江。这调差不多，听着哈。啊，滚滚长江东逝水。滚！甭管了。不是比准，咱不是比准啊，不是比准，咱是比调低。对，来下一个调。滚滚长江东逝水。哎，这谁接得住？这不，您上去，你要演点评行吗？就这还没粉丝了，别说笑了啊！滚滚长江东逝水。可以，都这么正经啊？对，也是希望你能正经。好，开过来，我来啊！你能下得去？滚滚长江东逝水。可以。哎呦，可以。这事儿我的了啊！滚滚长江东逝水。往后你是不是真是杨洪基老师的徒弟啊？他是杨承泰老师的徒弟。又到我了，来。没找着。有井吗？我进去。
滚滚长江东逝水。嘿，这个水字儿已经好像要听不见了。一起范儿就快板那个。你快板这样，老吴。哎呦，滚滚长江东逝水。哎呦，真的，我现在这嗓子比我师傅岁数都大，我告诉你。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嗯，还有，老吴已经唱到那个布鲁斯蓝调的那个感觉，出不来音了都。哎呦。长江东逝水。哇，刘，该看你的了啊！这掉井里了，这个。滚滚长江东逝水。比如找到共鸣了，他能找到那个身体的共鸣位置。哎，这咬的都很紧啊，这个。滚滚长江东逝水。你连着，别一个字一个字说。长江东逝水。这也就我听得见。滚滚长江东逝水。刘啊。是已经唱不下去了，对对对，但是他故意呢把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显得他唱下去了，其实没唱下去。对，好遗憾，刘淘汰，回到座位上，谢谢。高了，我走了。还要再接一遍吗？那你来啊，你挑战这个呀、啊。滚滚长江东逝水。这是最低了，不能再有了。恭喜蔡宝恒，这个最后在比谁更低的这个环节当中呢，你获得了胜利。哎，对对对，但是你看他们赢了的、输了，最后都能落座。您呢是落座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需要您和您的搭档表演一个小节目。哦，就是这奖品是吧？行，明白。演什么节目？我准备了一个情歌大全。下面请您欣赏由蔡宝恒和任鹏飞带来的情歌大全。有请蔡宝恒、任鹏飞带来相声《情歌大全》。感谢您的掌声啊！又来到相声大会栏目了，心情非常的激动。是，这期的主题是以这个柳活见长啊，就是唱啊。哎，提到这唱啊，尤其唱歌，谁也比不了我这搭档。我不行。哎，任鹏飞专业学的是声乐啊，真的。哎，提到这个啊，借着机会我得跟您探讨探讨。探讨什么？来到这儿问您啊，您平时研究歌曲都研究什么方面？那太多了。什么类别？研究点什么合唱、重唱、独唱，这都研究。这都是您的专业范畴。对对。哎，您看啊，平常我也喜欢研究歌曲啊，我跟您研究的方向完全相反，还不一样，截然不同啊。我专门研究那些有问题的歌曲。歌还有有问题的？有毛病的歌太多了。没发现吗？没有。咱举个例子啊，有这么一首歌啊，不知道你听过没有？什么叫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啊？听过，听过这歌啊。你先给分分类，它属于什么类别的歌曲？这还用我分类吗？哪一类的？听过这歌的大伙儿应该都知道。这是一首情歌啊，专门唱给自己爱人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
不研究不知道吧。嗯，通过我的研究发现啊，这首歌绝对不是唱给爱人的，那是唱给死人的。您这跨度也太大了。一点都不大啊，真的。不是，你可以上那个音乐类网站看看啊，给这歌那个分类都在情歌里，就是唱给爱人。你还别抬杠啊。假如说吧，啊，你媳妇儿跟你唱着歌，你准不乐意。我准乐意。她当着的面唱这歌，你准不高兴。这有什么不高兴的？真高兴啊！啊，今儿咱就当着大伙儿再试一回，来来吧，现场试试啊。啊啊，假如说你媳妇儿跟你唱啊，唱呗。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我媳妇儿问我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不说话。握住是你冰冷的手，动也不动，让我好难过。我都凉透了。哎，这你能高兴吗？这个，你前面要是不说，我们根本不往那儿想。这首歌写的有歧义啊。这叫歧义？这就是毛病。哦哦，还有别的毛病？还什么？歌词写的有毛病。歌词，汪峰有一首歌叫《春天里》，春天里那好歌呀，歌词写的太有毛病。我没毛病。如果有一天我悄然死去，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，多好。夏天死怎么办？再放一年都不新鲜了，那玩意儿呢？不是人，摇滚歌曲他歌唱梦想。哦，梦想非得春天埋，是不是？春天代表希望，哪季节埋都行。这歌写的有毛病。这也是毛病，这也是问题。最近我把他们这些有毛病歌我全给他改了。还改了？我自己啊，把他们改得合理了，总结了一部情歌大全。这干嘛用呢？顾名思义，情歌大全。青年男女谈恋爱搞对象，遇到任何问题要是拿话解决不了，用语言沟通不了了，拿我这歌本照着一唱，问题迎刃而解。哦，嗯，就是说这个恋爱里头对有点什么问题啊，拿这歌本一唱全能解决。我这就是正确答案。嗯，我有问题能解决吗？谁有问题？我慢说是你，狗都行。这叫什么话？就是我谁的问题我都能解决。你说能解决的谁问题都能解决，说你的问题。我问题这就是我没对象，给我唱个对象。还是牵个狗吧。还是我咬你啊？咬我干嘛呀？你多大了不找对象？现在社会上是这样啊，有好多适婚年龄的青年没找对象啊。通过您这歌集解决一下。您说没有恋爱的经验？对对对。您这样啊，您选一个相遇的方式。方式？是怎么认识这姑娘？难度系数高的。什么难度高？一见钟情。哦，要求这姑娘啊看我一眼当时就得爱上我。您说这就邂逅？对对对。你选一个地点我就能唱。地点？有地儿就能唱。那就浪漫点的。哪儿啊？咖啡店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？我说来就来。在街角的咖啡店。还真是咖啡店。怎么样，换个地儿行吗？哪儿都行。海边。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大树下。好大一棵树，真心的祝福。哦，祝福你们俩成功恋爱。这都能唱？哪儿都能唱。烧烤摊儿。我这烧烤摊浪漫吗？这地儿我不管浪漫不浪漫啊，因为我就爱吃烤串。哦，我想找个志同道合的啊，找个串友是吧。串友？这一块吃烤串的女朋友。哦，能不能唱烧烤摊啊？啊啊，也能唱啊。啊，烧烤摊啊。哎哎，我有要求。怎么？我是吃的多，都得给我唱出来，句句离不开烧烤摊。来，说听啊。我和你相遇在烧烤摊。烧烤摊。当时你就坐在我的对面。对脸。咱俩就互相看了一眼。看见了。然后就一起开始撸串儿。嚯，
喊了声老板，我再来十串，吃的多，给我十个鸡心，我再烤十个肝，这都不够，多放点孜然，不要辣椒面儿、花生、毛豆，我一样来十盘儿、行了行了，来十个肉筋儿、十个羊蹄儿，行行行，还有十个羊蹄儿、十个板筋儿，饭桶，谁说？谁说你饭桶？这吃的也太多了，我句句没理，给烧个摊儿啊。还真是啊，哎，唱上来了吗？是烧烤摊的事儿，这哪儿都能唱啊，烧烤摊也能唱，全能唱，火葬场，哪儿哪儿火葬场，你确定你想找个活人吗？这什么话，死人谁找，谁往火葬场谈恋爱、能不能唱，你这有点难为人了，不是情歌大全吗？火葬场我也能唱，唱，亲爱的姑娘啊，我们来相会、相约火葬场，对，一起烧成灰、你一对我一对、谁也不认识谁，一起送到农村当化肥。行行行行行，你推我干，这叫什么玩意儿，怎么了，给我们唱死了。哎，火葬场谈恋爱不就这结局吗？谁说就这结局？您那玩意儿不合理。合理？他怎么合理的？我就在火葬场谈恋爱啊，就我看上那儿一个工作人员啊，他们人家在那儿上班，哦，我就喜欢他工作时候的样子。哦，火葬场的工作人员能不能唱？唱个贴题的。对了，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光温暖了我的心窝、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火光照亮了我。哎，怎么样，这还挨点边啊？这多贴题，这个也别光唱地儿，怎么着，千篇一律，大伙听着也厌烦啊。你有别的问题吗？恋爱的阶段能唱？当然可以了。比如说啊，两个人刚刚谈恋爱、这怎么唱？这叫初恋呢。初恋，刚才说俩人相遇方式啊，叫邂逅啊，是是是，哎，尤其是男的啊，回到家以后忘不了这姑娘，天天想这姑娘，唱什么歌？唱一首《天天想你》。怎么唱呢？天天想你，天天问自己，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？天天想你，天天守住一颗心，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。有点意思哈，这多好，这就是初恋啊，是这状态啊。对了，这是初恋。哎，那要谈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？熟恋。熟恋，一看就没经历过这阶段，不了解。两个人熟了以后，无话不说，无话不谈。小伙子又把自己所有的情况都告诉姑娘，姑娘问什么，小伙子答什么。问什么答什么？他问什么答什么？我问你，你能回答吗？我没问题啊，可得用歌答啊。全能的给你唱出来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今年多大了？17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过。等，你这叫欺骗消费者。怎么了？这模样17是不可能。18岁那年的雨季，咱别对付行吗？说实话，80几。我有那么老吗？我说实话，那一年我27，那年我27，27，这差不多吧。27属什么的？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。人没有属两只老虎的，啊，我还有个哥哥，我们两个是对双胞胎，双胞胎，凑数啊，这可不是凑数啊，我真有一哥哥，双胞胎的。那你是哪儿的人？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成都的，四川人，还有口音啊，哪人说哪儿的话。你们家几口人？我六口人。不，等，不对，六口人肯定不对。怎么呢？你得唱出来，六口人也得唱出来，唱出来。你给数着点啊，数着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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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亲爱的爸爸，一口；还有一个老太太，那是我妈妈，两口；哥哥嫂子还有我，还有个胖娃娃，我们一家六口人呢，嘻嘻又哈哈。啊，还真是六口人啊，清清楚楚啊。哎，怎么还有胖娃娃？我那小侄子。哦，你都有侄子了？我哥结婚比我早啊。那你哥哥叫什么？舒克，开飞机的舒克。你嫂子叫贝塔，开坦克的贝塔，舒克和贝塔。对了，你那小侄子是啊，黑猫警长。好家伙，
俩耗子生一猫。这叫什么话？这这是动画片，这里头没有人名字。谁说没这人名啊？没人名。我们家就叫这名字。怎么会叫这名字？我哥叫蔡舒克，我嫂子叫刘北塔。好啊，嗯，太难听了。怎么了？蔡舒克啊，刘北塔，就这名字。那动画片我看那么些年，我才知道，嗯，那里头开坦克那个姓刘，这玩意儿很奇怪，啊。你跟我搞对象了？问我哥嫂子干嘛？这不问家庭情况吗？没有老问的，这不光问你哥哥嫂子啊，还得问你爸爸叫什么？还问我爸爸叫什么？你爸叫什么？刘老根儿，刘老根儿，你是一个热。等，不对，不对，这怎么不对？你姓蔡啊，你爸爸姓刘。我刚激动，我唱错了，唱错了。我爸爸叫蔡老根儿，穷对付啊！谁穷对付？姓什么非叫老根儿？咱没有老问这些问题，问什么答什么。我刚说了，这情歌大全，解决情侣当中的实际问题。比如说啊，我就是你女朋友，是咱俩谈了3年恋爱，但是我爸爸就是不同意，这个怎么唱？我用一首济公活佛的调子，济公让济公他老人家保佑这段恋情顺顺利利。你来一回，这还得你帮我一回。我怎么帮你？你呀，给我来个前奏。前奏电视剧那啊，没问题，听过吗？听着啊，来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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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爱你，嗯，你爱我，是，咱们好了3年多，3年，你爸爸怎么着？真觉得他在后边跟着搅和，搅。你要出来找我，他在后边跟着，咱们俩要登记户口本的藏着。哎，缺德，真缺德，急得我是团团转，别着急，愁得我是没有辙，想开点，走啊走，上派出所，我要跟警察们说一说，说什么？你爸爸是第三者，别唱了。我是一条小青龙，小青龙。啊，我们队都这个风格，满头白发，一脸褶子，破衣拉撒，土的掉渣儿。此时此刻，你在想啥？我在想，这是谁的爹吗？刚才的任务我们拓展了一下大家的音乐，下面的任务我们要拓展一下大家的曲库。我来说一下任务规则，每组派2名优秀学员参赛，上来可是优秀学员了啊，轮流演唱包含我给出的关键词的歌曲，唱错或演唱失败即为淘汰，坚持到底的团队获胜。请大家选出各自队伍要派出的队员2名，选好了咱们就来到舞台上。走吧，去不去吧，去吧。先说第一个关键词啊，关键词，请唱出带有我字的歌曲。我看见一座座山，一座座山川。好，通过。好，我是一条小青龙，小青龙。碰住啊！我们队都这个风格，看出来了。哎，行了，来，都领尖儿哈。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，我是一只小鸟。好，通过。我爱你，爱着你，我和你。好，该您了，该您了，又该我了，还是我？对，我真不知道了。对，你刚才说那句话是什么？就是个歌。五啊，不行，我不会唱。四，哎呀，我没戏。行，掉一个，说出来。呢喃言 out 淘汰。走，在这儿先稍等一下，不用走，来，我。我不知道。好，下一位。我是一个粉刷匠，粉刷本领强。儿歌有我儿歌呢，你强。
我是小庆。我觉得有点累，我想我缺少安慰。哎，有。我爱你，你是我的罗密欧。有。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。有。看中华小曲库。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。哎，我有 OK。来，三。我爱你，中国。加快速度啊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来，王浩来。站到吴南言的旁边，哎，淘汰选手都站在这儿。五，我爱你就像三，二，一，对啊，时间到，也站到这边来。我和我的祖国，好，要唱过。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唱过了，唱过了。我，五，四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。何宁，说唱也可以。我的妈呀！哎，好歹全都在这边，来，剩二位了。我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着我。看过了。我爱你，中国。看过了。我就是我，我就是我，只是一场烟火散落的尘埃。啊，这个行，这个没有。压力交给你。我站在烈烈风中。真的能唱出来？可以。我的心太乱，有一些空白。好，可以。我的家在东北，松花江上啊。五，对。哎，我们队居然赢了，朋友们。我好了，回吧。这边，不可思议，我能赢，我跟你说，我也不可思议。那在刚才的比赛中，龟队获胜，恭喜二位。好，那下面这个节目就由龟队来送出。好，什么节目？我们队派出我们的大将吴南言、王志博为大家带来什么精彩节目？极品司仪。好，有请吴南言、王志博。有请王志博、吴南言带来相声《极品司仪》。谢谢啊，感谢大家这么热烈的掌声啊。是，哎，一上台也看见在座的好朋友，我心里边真是高兴。没啊，大伙儿也是百忙之中啊来到这儿相声大会听听相声啊。对，挺好。嗯，尤其是今天的演员们也好。是吗？哎，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发现啊？发现什么呀？您看今天这些个相声演员啊，那个个都是身怀绝症的好演员。哎，好嘛，身怀绝症，您这一个成语我们这儿就团灭了，这是。啊，团灭了干嘛呀？你这夸人家好呢。您也是不会用成语，那叫身怀绝技，才华横溢，优秀的好演员都是好演员。当然我们俩就不算。哎，对，小年轻是往台上一站，有的朋友也不认识的，他不熟悉啊。先介绍，认识。我呢就是我们这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小演员。啊，您还挺谦虚。我的名字叫王志博。好，隆重介绍一下旁边这位啊，介绍我。嗨，我要说介绍其实也没必要。哎，不是，这怎么着？你看在座的朋友都是见多识广的人哦，您都知道他。哎呦，对他了解啊？对，我认识。人家往这一站，大明星。哎，不是，大腕儿。哎，过奖了，参加过很多比赛。那是啊，拿过很多大奖，拿过几个奖项。前两天刚出去比赛，拿回来一大奖。是，那什么奖？那个叫……嗨，那就别说了。那个叫什么奖来着？那个叫什么？哦，再来一瓶。哎，拿回来。我有毛病是吗？啊，我没事，我自己我在后台，我拿个绿茶，我在这照相，我有病。不是你那奖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就最佳表演奖，知道吗？啊，对，就这个最佳不要脸奖。不要脸奖像话吗？表演奖。嗨，就你那奖太多了，我哪记得住啊？接不住，别胡说呀！我说。但是我得给你提个醒。您说。别骄傲。哦，别骄傲。对。千万不能骄傲。这没什么可骄傲。当然了，这个也没什么可骄傲。啊，对呀。说相声的无非就是靠嘴吃饭啊。那是啊。拿嘴挣点钱啊。对。这行业就说白了啊，千好万好，唯独有一点不好。哪点不好啊？穷。哎，我
咱们这行业不挣钱，哥，这确实是实话，朋友们。是是是，这行业不像人家别的行业，是吗？哎呦，有一个行业跟我们这说相声差不多啊。哦，但是人家挣的比我们多。啊，是哪个行业啊？我一说，大伙儿都知道。您给说说。主持行业啊，这主持人，哎呦，现在很多地方都用得着啊。啊，都哪儿用得着主持人？您看现在搞个大型的晚会，有主持。有。你搞个大型的活动，有主持。有啊。你包括这相声大会，有主持。有。结婚的时候，那个叫婚庆司仪。哎，对，这叫婚礼主持。哎，说到这婚礼主持，有意思极了。有意思在哪儿啊？你在座的各位啊，甭管谁结婚，是您要是花钱请的这个主持人，有文化，素质高，哦，那行了。那他会把您这婚礼现场搞得是既隆重又热烈，就很热闹啊。但是咱话说回来了啊，您要是花钱请的这主持人没有文化，素质低下，那算完了。又怎么还完了？那您算是花钱买罪受。这话怎么讲啊？您看前段时间我刚参加一婚礼啊，哎呦，那个婚庆司仪就是个奇葩呀。啊啊，在婚礼现场信口开河，哦，玩命煽情，哎呦，无限夸张，好家伙，最后跟本家打起来了，好家伙，都动手了都，那这打得老惨了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要不信，我现场给你学学，哎，你给我们来来呗，那咱们表演一下，行啊，得嘞，这就好比是婚礼现场了，好，我就不是别人，嗯，我就是当时那个主持人，啊，是是是，您大伙看看我这主持人多欠揍，啊，就来来来吧，咱说来就来，开始吧，哎，咱们大伙掌声接一下，欢迎主持人闪亮登场。哇，啊，你干？哇，很有礼貌嘛。这大伙儿都等着这个了，是吧？哎，不，这个叫礼多人不怪啊。你倒是有的说。那么大家好，嗯。我呢就是本场的主持人。好啊，对对。那么首先呢，我很荣幸。啊，他很荣幸。哎，今天能够参加这哎，不是，您这嘴里有电话，要不接一下吧？我说啊，干嘛呢？这，干嘛呢？哎，不是，这个有点紧张。什么紧张？什么别紧张啊？您着急，那个能够参加那谁的婚礼？好嘛，他连谁婚礼都不知道，他敢出来接主持，你怎么弄？那谁嘛？谁呀？那谁谁谁的？你叫什么？我啊，我叫吴南言。哦。能够参加吴南言先生的婚礼，啊，是我的婚礼耶！哎，吴南言今天结婚了啊！我结婚了。吴南言为什么选择在今天结婚呢？啊，对，我为什么要选择在今天结婚呢？因为今天是个好日子啊！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儿我过生日。你过生日，让我结个婚，顺便给你庆祝一下，这叫双喜临门。不行。只能我结婚，你过不了生日。行，以你为主。哎，那么首先呢，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二位新人。好啊，站在我旁边的这位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郎官，是吴南言先生。是我呀。那么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新娘子，我媳妇儿。弗拉基米尔·克里纳·克里夸·西纳马，呸，什么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什么什么？就我怀疑你在骂街，但是我没有证据啊，是哈，是不是？谁骂街？你怎么没骂街？刚才你嘴里说什么呢？弗拉基米尔·克里纳，我你那什么呢？啊？啊，有你什么耳朵呀？你什么？你干嘴里有？废话，这不赖我啊？怎么不赖你？这多新鲜！你媳妇儿这是个外国人，外国人那么长的名字，我哪儿记得住啊？这什么主持？行，这不是重点，咱进行下一个环节。好好好，行。那么下面呢，请大伙儿上演，上演，仔细的欣赏一下我们二位新人。啊，要看看我们，看看我们的新郎官，新郎官长得是四方大脸，方方正正。横平竖直，见棱见角，好嘛，我是凑体，我是的。哎呀，我们新娘子长得更是漂亮啊！新娘子长得是圆头圆脸圆胳膊圆腿圆屁股圆腰圆了骨头圆了吧唧啊，整个一大馒头啊！我说啊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二位新人的恋爱经过。哎呀，说说我们怎么认识的？哎呀，说起这件事情啊，哎，得从30年前说起。30年前的今天，在我们祖国的东北部，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夹皮沟子村的一个小草垛里，
我们的新郎官吴南岩先生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，喵，出生了。什么倒霉动静这是？而此时此刻，在大洋彼岸的椰树丛中，我们的新娘子弗拉基米尔肯尼库也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，喵喵，落草了。好嘛，两口子跑这闹猫来了，这是。什么？我是形容你们二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。好，同时也祝愿你们二人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好嘛，这不是结婚，这是结拜啊，各位。不是有个词儿不是说啊，同舟共济啊，同舟共济。哎，那么大伙儿一定很诧异，诧异什么呀？这二位新人啊，远隔着千山万水啊，对，最后是如何走到了一起呢？啊，我们是怎么结合的呢？当然啊，一个偶然的机会。什么机会？我们的新郎官去国外出差啊，我出门旅游了。当他住进宾馆的时候，哦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怎么着？他推错了房门，走错了房间，我进错屋了。正好赶上一个外国女郎在里边洗澡。哎呦，这个外国女郎不是别人啊，正是我们今天的新娘子。嗨，他们当时急了，急了，干味儿呢，干味儿呢。作死撒！让我逮着了啊！哎，谢谢。臭流氓！停！你看嘛？停！不要再表演了！停！来！怎么了？不是谁呀？这是你学的谁？我学的这你媳妇儿。我媳妇儿啊！我媳妇儿不外国人吗？怎么你这一张嘴，嘎巴了，嘎巴了？这为什么还有红桥的口音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啊，不是这个，我跟大伙儿解释一下啊。解释什么？因为这个新娘子的父亲是外国人哦，他母亲就咱们这儿的啊。对，这个叫混血儿。但是您大伙儿想想，这场景四目相对，对，把腾就上来了。哥，哥们儿呢？好嘛，还是够扯啊，哥。这偷缺德，乃前道倒霉玩意儿，瞎嘛喝言的，推门就进呢。你看看，你说这不都让你看见了吗？哟，你说你这么做，你对得起谁？我对不起。对得起你父母吗？我对不起。对得起你领导吗？哎呦，我对不起，我现在我就走，不完了吗？慢慢说句对不起就想走撒，那能子给老娘搓搓背。搓什么背啊？病啊，我这就给你推底下去。就这样，我们的二位新人从一见钟情到为爱痴狂，我们就结合了。我们的新娘子更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，哎，不远千山万水抛弃了丈夫，舍弃了孩子，来到中国。哎呀，您不懂，我呀就那个二婚，我就是。哎呀，您不信，哎，你们查查去。不是，虽然是个洋媳妇儿，哦，那既然来到中国，那就得按中国的习俗办。哎，你得守规矩。那么下面我们有请二位新人啊，向父母敬茶。就是要改口了。哎呀，在这个环节呢，我想请求大伙儿一件事。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咱大伙儿呢把这个手绢啊、纸巾呐，啊，都拿出来。又拿这干嘛呀？因为本主持人要开始煽情了。哎呦，啊，新郎官你啊，啊，听我口令。哎，听口令。来，新郎官啊，看看在你面前的父母，看看他们满头白发，一脸褶子，破衣拉撒，吐的掉渣儿。此时此刻你在想啥？我在想这是谁的爹妈。这你爹你妈啊？我爹我妈穿成这样我不知道是吧？此时此刻不能忘，在你小的时候是你的妈妈为你缝补鞋袜。没错，此时此刻不能忘，在你上学的时候是你的妈妈为你补习文化。对呀，此时此刻不能忘，在你渴了的时候是你的爸爸带你偷西瓜啊。此时此刻不能忘，在你缺钱的时候是你的爸爸教你斗地主和扎金花。好嘛，这老头都没教过我好啊，各位啊。最难忘的，哎，就是你的妈妈呀。我的母亲，她怀你的时候是在困难时期呀，不容易，刚三个月就把你生下来，不可能。四个月，别这么坏，这不是烟，这个急了，十月怀胎。
不到四个月。哦，你这人着急啊。我着急，刚七个月就自己溜达出来了。哎，我是个早产，你妈把你生下来啊，当时没奶啊。哎呦，没有困难啊，他就靠着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呀。我是吃化肥长大的，我是。总而言之，你们的一切是父母给的。是。结婚以后，不能忘记父母。不能。要孝顺父母。对。尽心尽孝。做个孝子。是。孝子敬茶。您喝茶。孝子改口。岳父爷。改口了。哦，爸爸耶。孝子磕头。我给你磕头了。孝子摔盆。你他妈就走了，我起了。出殡呐。那我就要演唱第一首歌曲了，朋友们。您等会儿吧，你唱啊。啊。那谁猜得着啊？猜不着了。感谢湖南盐王志博带来的极品司仪，咱们继续任务。任务的名字叫做打败营长。坐，这什么破名字？我来看一下规则啊。队长选择团队一人作为搭档，营长李丁在 A 歌的旋律中唱 B 歌的歌词，由三队进行抢答，抢到答题权的队伍，队长及搭档两人依次说出 A、B 两首歌的歌名，两首歌的歌名均正确得一分，错误则扣掉一分，其他队伍继续抢答。来，请各位队长选出自己的搭档。是谁来？这看这耳朵宽了。行。来，请各位队长在这一个环节的搭档落座。来，来吧，来吧。嗯，来，宝来吧。好，都没问题啊，准备好了是吧？来，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差不多，都差不多啊。那我就要演唱第一首歌曲了，朋友们。您等会儿吧，你唱啊。啊。那谁猜得着啊？猜不着了。所以这是这个游戏。主要猜不着调啊，那东西。不会的。哦，那是不会的，我尽量在调，尽量在调。那咱我们也尽量好好听。开始了。嗯。抢答啊！出卖我的爱，逼着我离开。自杀来了。请回答。大约在冬季。那个叫那个出卖我的爱，那是爱情买卖。对。回答正确，好像对，得一分。红色加一分，不要得一分。加蓝的，蓝的是负分、啊，蓝的就是负分。下一首歌，这首歌有点难，来，这首歌有点难，就喜欢难的，来吧。嗯，我可能要一直演唱到底。我从山中来，带着兰花草。对，请回答。同一首歌。那叫我从山中来，兰花草。回答正确。哎，两支队伍怎么回事？我这刚演唱一句啊，就让人猜出来了。你的问题这是。那你们得抢啊，你们得抢。我唱一句，他们能听出来，你们怎么听不出来呢？你让薛博文唱，明儿早上我们也猜不出来。可以试试。这首歌更难了。哦，这是个凉调。这更难，这更难了，因为这个有一首歌我不会唱。这个那找不着调了呢，没关系，我会副歌，我直接从副歌部分演唱。哦，那也行。给我一片蓝天，一轮初升的太阳，给我一片。噔噔噔噔。青花瓷。你没有说出你的队名。给我一片，你得说出队名。会。我忘了我队名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后边那个。过去交头见。哎，就立刻说出你的答案。回老师先说。青花瓷。嗯。你太快了，三二一，套马杆，套马杆，回答正确。我也可以翻页了吧？开始了，这首歌也可以让我允许我多唱几句也行。哦，这我想展示一下我的歌喉。对对，这两首歌都会，我很。哦，这了不得了。池塘边，什么玩意儿？喂，敢问路在何方？三年，强强多大够了？忒简单，回答正确。这太简单了，这个。
我越唱越行了行了，回来回来回来吧，回来回来回来，不是回来，人家不团长不说让多唱两句，你有点掉。最后一首歌曲来，对，那我得唱快一点，我才能唱出更多的旋律来啊，更多的内容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实在一唱慢了，一下都想出来了。这首歌我唱得很快，准备好了吗？哪片笑声让我想？哎，我们头一个，我也得先想到的。那些花儿，采蘑菇的小姑娘，回答正确。不，那个歌什么？那个呢？哪些花儿？那些花儿？哪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，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有笑口。好，那恭喜回老师的团队和许健老师的团队并列第一。咱们这一期的节目呢，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我们在这一期训练营当中呢，拓展了各自演唱方面的功力。有的朋友唱得非常非常的好，有的朋友唱得稍微逊色一些，但是不影响您的幽默感。他不互动了，我还真有一点不适应。那么就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我是李丁，欢迎大家收看《相声大会》，再见。